开始我就说今天就会达成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一棒左半边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这个是中华职棒史上的新纪录，大师兄林志胜左外野方向的红不浪，不只是他本届首轰，也是生涯的第290轰。今天这一刻，4月3号，大师兄林志胜成为了中华职棒史上的全垒打王。哇，恭喜志胜哦！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。今年的第一场比赛就把他的全垒打的一个记录，中华职棒记录性算是纪念性的一刻了。对，场上应该会有一个。先暂停。其实我也跟他讲过，我说不要那么早打，要不然一下子我的名字就不会在那个媒体上了。你就慢一点打，对不对？才一天而已，你看明天我的名字出现了之后就没有了。你看看，我有300万再出来了，300万也可以啦。这就是我给他的一个期许啦，300万，他就是一个人来疯啊。看到一个兴奋的场合，他就会很疯狂。从中华队到现在，从以前看到他，只要破一个记录，或者是要在关键时刻，他都有机会马上可以做达成。这就是晚辈所要学习的。那相对的，在这个时候，他把球队的气氛也炒热起来，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榜。有点不太真实，不真实是因为怎么这么快就出现，在跑的过程其实脑袋是空的，其实分数多可能会比较压力不会那么大，那因为就是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会造就我可以打两百局手，不会让压力那么大。都报一个好不好？啊，不要，刚刚就报完了，就报完了，好，来 ，OK， 耶、他每次都是这样，从中我为什么会没有头发，就是他从中华都开始亲到现在。他那时候为什么会亲，就是没有头发才亲嘛。